于今日啊14:26啊。那香槟金色自小客车由中立区永能路往永顺一街方向直行啊。那与啊由永兴路直行啊往领航北路方向行驶的白色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啊。啊本次交通事故啊造成香槟金色自小客车翻覆啊。那所幸啊两名驾驶及乘客仅受轻伤啊。啊两肇驾驶人啊经警方酒测啊数值均为零啊。那详细肇事原因哦，警方啊将调阅相关资料后，再厘清相关的肇事责任了、啊。